明树门里只有我和爷爷两个人，招待你会不会有些不太方便？那里灵气充裕，并无不妥。啊，我是说，你昨天随精兵找我下山了，先回去吧。 乖孙女儿，你可回来了！他是……爷爷，您听我说，竟然有此等奇事啊！这里是他要的。够了够了，不要再和别人说这件事。 小丘是神子，这么说，黄皮子欠我们一份大恩呐！请问上神尊号是？我叫修吾。修吾上神，为民除害，大英雄，老夫敬你一杯。 真的打算留在我们这儿？势必如此。嗯，既然你都留下来了，不如就加入我明术门吧。啊，弃暗投明。嗯，<笑>他们天师门有神子，难道我们明术门就不能有神人吗？怎么样？ 当不当明术门的弟子，不当的话就不许留下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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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从今天起，修吾上神就是明术门的弟子了。听说啊，待会儿收拾一间房间给修吾。啊，修吾啊！ 你就安心在这儿住下来啊，我们这儿清静，不像天师门那边人多闹腾。时候不早了啊，我去躺一会儿，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跟我来，我带你去住的地方。嗯，方才爷爷那些都是玩笑话。 你不必当真，我以应允。啊，你可要想清楚了。若是加入我明术门，按江湖规矩，你得称我爷爷为掌门，称我为师姐。所以爷爷说的那些你不必。师姐，当真？啊？可是，你贵为神族。生灵无高低贵贱，既然是规矩。 我自当遵循。他看起来似乎不是在开玩笑。那明术门岂不真的有神族弟子了？师姐，这是我的房间。哦，是的。
若有不便之处请告诉我，我就住在主殿西侧。你用这个擦擦脖子的伤痕。你咬的伤痕？对，你快用药膏涂一下，这个治伤和祛疤很管用的。哦。然后不要再和别人说这个伤口的来历了。自从爹娘去世，这间屋子就一直空置着，还好我经常打扫，才能这么快就收拾出个像样的弟子房来。唉，爷爷也真是的，越来越孩子气。一夜没睡好，竟起晚了。爷爷一时兴起收他做弟子，而他竟然答应了，所以我的确是有师弟了，还是个神族。哦，好啊。嗯，你怎么？这是？我看他身材和你爹相近，就给他换上试试，怎么样？很有风采吧？可见修武与我明术门确实有缘呐！这是我爹的衣服。我没见过。是你娘亲自给你爹做的。哎，只可惜呀，你爹还没穿过就。老头子真是，今天这么好的日子我哭什么呀。明术门时隔多年终于又有新弟子了。九屋啊，今日是你入门第一天，这柄宝剑就作为见面礼赠予你。此剑名青天剑，和青书继承的碧海剑，是我明术门镇派雌雄双剑。虽然比不上你失去的春姿神剑，但若二人齐心协力，双剑刚柔并济，辅以御灵之力，威力亦是不凡呐。谢掌门。好啊，以后明术门就指望你们了。对了，师姐，你看这个伤口已经全无痕迹了，多谢你的药膏。我不是让你别再说这个了吗？我并未提及伤口的来历。这件事就此翻篇，以后不要再。
此地有诛魔之阵，无妨，速战。众长老，解诛魔之阵。天色变得好诡异，天师们发生了什么？神尊神将，应是天魔众已现身。这些弟子都受了重伤，速至神元塔。神元塔怎么会？小秋，前有强敌。共生之术，现下不能分离。
是魔族的力量吗？全身凌厉，前所未有的澎湃。首领，无碍。修武退下。师姐，是否无碍？没事，我没受伤。启禀掌门，此役我天师门重伤弟子计37人，其余弟子亦多有负伤，若要恢复元气，怕是需要些时日。天魔罪大恶极，他日必遭天道惩戒。师祖保佑，幸无弟子丧命。掌门师兄，神元塔受损严重，神子应如何安置？是否要立即抢修？暂且不必，我另有安排。灵光师妹，你带还能行动的弟子立即下山，传仙盟令与各大门派，请他们速来天师门举行仙盟大会。掌门，你是想……神子与天魔众之事，该公之于众了。是。之前希望月姑娘能与上神留在天师门，如今看来是奢望了。除魔卫道，
上神所言，穿越六界天魔众来世神子，如此严重。神子的能，月姑娘修，素文贵，这手绢太好了，就像我方才。回去告诉。不必了，也愿月姑娘如此良，到时也请自然。那请上神。师姐，你真的无碍？我没事，只是有些担心小秋的情况。既受神尊所主，天师们必会精心照料。是，我有些多虑了。天师门手中长板黄皮、啊、可惜既然爷爷去，你要既然得知先若这一只他姓爷爷这些年况且但若不长嗯那我此地虽非仙境却也有澄净灵力存在，如今我的灵力所剩无几，还需尽力恢复。修武，汝需谨记，天魔判神大逆不道，神族律法不容践踏。如今九泉灵脉可通达六极，此去务必将天魔铲除殆尽。是，神尊。铲除凶兽虽重要，可若罪魁祸首天魔不除，人间依旧不得安宁。可惜如今春子简不在，即便是寻到了去魔界的方法，也无力对抗天魔众。神尊命我暂留人界，但此物孟章究竟何意？师姐，这么晚了，他这是要去哪儿？天魔众袭击天师门，意在神子。幸而众人携手抵抗，渡过此劫。修武。虽寡言面冷，然而一成手举，不似高高在上之神。多年来遍寻不着的仙灵兽，终于有了消息。若能收服之，吾名术门则可中兴，孩儿无论如何也想一试。明天我就出发，请你们在天之灵保佑孩儿。人族殒命后是去往鬼界，不在天上。你怎么会在这里？师姐，你忘记不可离我太远。也对，事出突然，我一时还不太习惯，不知如何才能解除你我这共生之术。明日我将一同前往，
师姐无需多虑。此行是我坚持，没先和你商量，造成困扰，还请见谅。不会。神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应该比人界美丽许多吧？我生来一直守卫春姿泉，尚未到过神界其他地方。师姐若想探访神界，待我完成任务返回复命时，报请敖虚神尊让师姐通行。这不太可能吧，我只是问问而已，你不必放在心上。夜已深，明日还要远行，你也早些休息吧。好。长白山千里之遥，仙灵兽踪迹又向来隐秘，这一趟恐怕得花不少功夫。晚饭前去村里买的这些米面肉菜也不知。喂，到这里了。嘿，你知道天地游？看你这副，我给你说，天地游不单单是……来来来，我。天师门有今日之气象，全仰仗神尊和神子佑护。神子，可准备妥当？我，月姐姐来了吗？月姑娘在明术门，仙盟大会后我就差人请她前来。但现在，神子务必以大事为重。哦，可是
往日结阵从来也不需要我来施法呀，我第一次做也不知会不会做好。此次非比寻常，一定需要神子亲自来才行。神子无需担忧，定能成功。师兄，各门派使者已依约前来。天师门遭妖魔袭击，承蒙诸位仙盟同道赶来，贫道在此谢过。孟章掌门，来袭者是何来历？伤亡情况如何？袭击本派的是天魔众，经此一役，必派神元塔被毁，弟子伤亡亦是不少。天魔众，此称像是魔族？不是像，正是魔族。天魔为魔族八部众之一，正对人界虎视眈眈。孟章掌门，天魔所图为何？真人稍安，贫道传盟主令，邀众同道前来，正是为了昭示天下。接下来，众位同道所见所闻，是天师门严守七年之机密，事关凶兽，事关天魔，事关人界。请神子。神子施展神力，贫道方才所说绝非虚言。天魔众先驱使凶兽袭击平息村，又袭击天师门，妄图声东击西劫持神子，幸得神尊遣神将下界相助，才未让天魔得逞，并除去了西渠。竟能除掉西渠？这位修武神将在何处？孟章掌门可否引荐？上神不喜外人打扰，现在清静处休息。神魔之井的裂缝不是已经被蜀山山体封堵，天魔怎还能进入人间？天魔驱使凶兽作恶，莫不是想让人界生灵涂炭，再图侵略？对付凶兽尚且力不从心，我等又该如何御敌？诸位同道，请听我言。当年蜀山派确实封印了神魔之井，但如今天魔现身人间也非虚言，天师门保护神子多年，为的就是查明凶兽之乱的背后主使。眼下既已知道罪魁祸首是天魔，还望众同道协助，同铲凶兽，共除天魔。本门派一定鼎力相助，除魔未到，本门也在所不辞。余霞真人是有什么在意的吗？我只是想知道如何协助天师们。与之前无甚区别，
各门派固守结界，若发现凶兽踪迹，请即刻告知天师门。穆晴，来。啊，师傅，你确定？嗯，去吧。好啊，谢谢师傅，那我去了。我会给师傅写信的。师傅，各大修仙门派若要巩固结界，少不得全派出动，还要耗费不少灵力宝物，可那神子仅仅一抬手，阵法就结阵完毕，甚至连破损的高塔也完好如初。他确实身怀神力，可天师门对其来历却语言不详。会先下派吧？是，师父。村子里打听一下神将的消息吧。救救我！有人在呼救。谢谢道长。您客气了。道长有所不知，天师门的要不是……好了。没。嗯。你不是？哦。那您知道除去……哦。日头真不错，还是亲姐妹看。打扰你，使劲拔呀！好想去仙侠派、啊。也有灵性呀、啊？怎么是个铁匠铺？我记得以前那个位置是一家很好吃的小食摊啊。你是不知道、啊，好可惜，还想再喝一次他们家的排骨藕汤呢。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您知道有啊？就是什么不行，我得马上搬到仙侠派那边。村民们似乎不太了解。这当然是灵光之人了、啊。仙人会遇见。师父说，那个上神爷还在洛家山附近，也不知道他到底躲到哪里去了。嗯，等下问问月姐姐，她应该听说过凶兽和上神的事，差不多也快半年没有和月姐姐见面了呢。哎呀，早知道就多带些灵果来了。晴妹，月姐姐，好久不见了，快进来。巧玲还是这么精神啊。我这两天正准备给你写信呢，正好就来了。秀吾，在神界平时都吃些什么呀？饮清泉，食清气。哎呀，那多乏味呀！来，吃吃看我们这里。见过月掌门。这是晚辈给您带来的竹叶清茶。哎，
太客气了。哦，这是我明术门新进弟子修武。新弟子，修大哥，幸会。晴妹，今天怎么过来了？师父来参加仙盟大会，带我同师姐一起来。他知道我们好久没见了，特准我可以来明术门住几日。师姐，我们何时出发？晴妹，你难得来我家，可惜我等下要去北方。北方？去北方做什么呀？机缘巧合，得知长白山上有一处裂风谷，那里似乎有一仙兽。裂风谷？正是。你知道那个地方？月姐姐，那里冰险，环境严峻，如果遇到暴风雪很容易迷失方向的。那里的环境我熟悉，不如我和你们同去，也好助你一臂之力。白姑娘，寻仙灵兽非同儿戏，或许有危险呢。月掌门安心，我自小修习仙侠术法，一定可以帮上月姐姐的。差点忘了，师父说来找月姐姐时可以顺便打探些消息。想打探什么？听说前几日这附近有位神将出现，除去了凶兽呢。天师门的掌门说那神将就在附近清修。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位神将啊？晴妹。我师弟修吾就是那名神将。青树，切记啊，就算是在，要是遇到危险也万万不可逞强啊。知道了爷爷。我会形影不离，不让师姐遇到任何危险。